我係因為有吸塵。我問周頭就話：好快啫嘛，個個半鐘唔使就過到。佢教我，你一早我好似真係上就唔嗌噶啦，佢話你跟住就去南澳。我之前揾啲酒咧就出嚟啦。佢話喺古城嗰度有幾間房。我話主要有巴士，或者有車，佢都冇揾人等。佢話有車過咩？好遠嘅，好近嘅。哦，想問，想問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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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問，想問。